大，来，我咧讲吼，拢无要搞我买，我咧讲开两百，我来大个来，两百块啊吼，一斤百八嘛，这绝对超过金华当两百，安尼啦吼，可能袂输两栋地海两百来，绝对啊来，互恁食较济咧，我就是两百块来就好来大，吼，两百，好来。啊！你要爱无？狮子头，我就一个两百块狮子头，啥物食？狮子头，两百块就好啊。有通食济无？狮子头来大来，来，我讲吼，我唔相信我收缩袂掉啦。我甲你讲啦，我唔相信今仔我收缩袂了。咱讲一句实在啦，嗰也是狮子头无？咱讲一句实在啦，好食狮子头，我就一个两百，都狮子头两百块，你们吃吗？还包起来两百来，好来，好两百块来。我跟你说来啦吼，不要狮子头，不要狮子头就一个两百，都两百块狮子头不要吃的，狮子头两百块，那这样就寄来两百。来，不要狮子头，不要狮子头就一个两百，都狮子头，好狮子头就一个两百块，什么吃狮子头两百块？不要吃狮子头的，两百块狮子头，无啊吼，狮子头两百块我们吃啊吼，狮子头就一个两百，我们差不多啊吼，如果没有要吃的话，请到边也袂忙啊，你好不？狮子头来袂忙啦，我讲来啦来啦来啦吼来来咧，我讲吼，我讲你一遍机会，对面你有啥物介意的无？有啥物介意的无？我讲你一遍机会啦，无吼，我讲来啦吼，收缩，我讲来，吼，你有介意的物件你先讲好无？哦，你有介意的物件你先讲啦，安尼啦，我讲来啦吼，有介意的物件你先讲啦，我讲来啦吼来啦，吼。你若要吃，我你讲来啦吼，我唔相信我收缩袂了啦。要吃石斑无？有人要吃无？一碗五百来，我咪阁讲五百来啦，安尼啦。我照看卖会了未啦，好无？好来啦吼。啊，你嘛免甲我问啊啦，你嘛免甲我问讲我要创啥啦。我就招你一个来，一台五百块安尼较紧就好啦，看啥物吃啦，安尼好无？我收缩条就好啊啦。好，看你要爱，我就一五百块，我就一几个就好啊。会晓吃一斑，免吃恁大代志啊。安尼好无？一个五百块啦，一碗五百就对啊啦，来，一路。我讲我啥物较济，我来哦，我来啦，吼、哦！我你讲我要来休困啦，讲真诶啦，来啦吼、哦！一碗五百块，看你要食无？石斑啦，我你讲来啦，吼、哦！搁送两尾碗互恁啦，吼、哦！一个五百来啦，你较紧啦，好无？吼、哦！石斑一斤两百四嘛，一尾斤半嘛，四百嘛，我讲来啦，你五百，我讲一个五百来啦，五百块啦，啊你一个五百，搁啥物较济无？会食安尼俩吼，好啦。黄鱼哦，黄鱼，卖贵啊，卖贵啊啦，来啦，这个有啥物啊？来 ，Hello， 我跟你讲啦，咸鱼来，咸鱼来，好，有几啊？收缩掉好啊啦，没有少，剩几箱？来啦，我跟你讲来啦，看你要吃无？吃五百，我咸鱼吃，我送两尾啦，安尼好无？我跟你讲咸鱼啦，吃送两尾啦，安尼啦，不错啦，我这烧个八，这栋拿五百块见他啦，好来五百，对啊啦，五百来啦，看你要吃无？有透好收缩掉好啦，五百来啦。好来啦，两碗咸鱼啦，送两碗碗，送一碗石斑啦，一个五百来，好。看啥物食五百块，有啥物食无？五百。我讲这道无成功，以后我就恁家买面，我用这啊啦，一个五百来，好。我食咸鱼五百块。来啦，搁啥物啊？第一次啦。搁有啥物啊？哎，我讲安尼啦吼，我讲吼，咸猪肉啦。对啦，十一点多。咸猪肉，一条等于蒸啦，安尼好无？我讲一条等于蒸啦，五百来，你又看啥物食五百块啦？我你讲来啦吼，反正上好就是要来收缩掉啦，不要吃恁大代志啊，一个五百来啦。还佫甚物啊？还佫啥？还佫七包？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八包还八包呢？到到八包，无就无卖啦。我讲安尼啦，来啦。哦，恁这边若要吃，我你讲一边就好。咱讲真的啦，只要你看这对五百块价值无？应当不止啊啦吼，咱讲真的啦，我你讲来。反正上好是要招招掉就好啦，我来啦，来啦，一个五百来啦，我你讲来啦吼，你若袂晓食以后，我甲你算来讲真诶啦，安尼啦吼，一个五百，对啦，我啥物食五百，五百好啦，啥物爱诶，我袂芳啊啦，无歹卖啊，要收啊啦，即水价无超过八百诶物件啦，五百，靠，白啊，搁无啥物食我啊，啊，你再等，过来，塞你面，我讲来，塞你窟窿诶，来，对啊。很好吃，大哥他们在路上。我跟你讲，根本地价，我讲真的啦。那磅重的嘛真够重啊啦，对哦，磅重的嘛有够重啊啦，一个五百来啦，来啦五百块啦。我讲不要吃恁家的代志啦，五百钱我给一堆后人，给恁吃较济的啦，来啦一堆五百，我讲来啦，五百块啦。好，欢迎奶奶走。一堆五百来啦。你带我袂使，我讲真的哦。
百几块，五百，后尾也无五百，我好啦，我来。要吃来啦，五百，好啦，五百好。看你咩五百。我伫恁遮只只第一遍用的啦，我讲真的啦，五百。看这要吃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七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那假的星巴克在哪里啊？有没有在这附近？啊，无要插我啊！对啊，怎么没有要？这样大叔以后在大甲就不想要卖这个了哦。这个都超过五百的价值了。大哥不要。房东懂吃，对啊，房东懂吃。我恁讲你恁买不来吼？我讲真的啊，那一堆价无拢超过八九百以上的物件，至少都有九百块的东西，一堆五百多啊。我想要吃五百块。这个要来省钱了。要不要咸鱼？啊，咸鱼要捡起来，我要咸鱼啊！哪要咸鱼就好呀！快来！阿快，好，等等，我处理好，处理好，我下班了啦。我收起来，我不干，干嘛可以帮你寄啊？可以啊，你就那个脸书资讯教育大叔。咸鱼要捡过五百嘛？哎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脸书资讯教育大叔。啊，大家咸鱼啊，你家不要钱。然后资讯他们，跟他们说你要的东西，叫李大叔就可以帮你寄了。你都无在我底下咧想，你知无？啊，就真正我想讲，大家遐遐无聊，陪恁耍的，咱讲一个无事呢，啊，真正陪恁耍的，啊，我试试袂啊。你讲都假的。八九百的物件，连五百块。对啊。两百一百。他记得不了死。那五百。哎呀。啊，什么呀？你睇哦，系五百来啦。我咧讲你受够讲啦，只不收价我卖袂啊啦，再无收价都卖啦，卖讲真诶啦，来五百来啦。你八九百物件连五百块。我唔是较紧诶，我唔了解说。真正我差个半，卖讲真诶。你要来拿吗？自创。来。你要的话，帮你留一份哦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五百。你九百，最高八千诶物件，你平均五百块。他好像要收起来了，来了来了，赶快跟我说，这边这边等我一下，我帮你拿一个，前面这边有一个，我帮你拿的。好，那大姐哦，套丢五百，我跟你讲。你要回来麻辣？五百块啦，咱讲真的啦，哦，套丢五百，我看你要吃无？套丢啊，来啦，哦，六位五百，有一个客人马上来，四位五百。六位五百，我帮你留了，都一个人要，哎，这个要，这个要，剩咧卖啊啦，哦，两位五百，来啦，三位五百。到底剩几样无啊啦？哦，三位五百，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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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位五百，可以讲来啦吼。五位五百，五位五百来啦，五百块啦来啦，六位五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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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块啦，恁要吃无？到底有啊？六至五百块啦，可以讲来啦，要吃安尼尔。可以讲做三个人好啊啦，八位有零五百，八位有零五百，八位有零啊，一五百来着，五百块啦，五百啦，爱无？我无差，咱讲八我下班啦，你无爱八我无差，后下大家拢含情脉脉看着我，你啊咧？哎呀，坐人要买咧。对哦，大家拢含情脉脉看着我，拢无人说要插我。咱讲真诶，三个人借五百来，卖啰嗦。我会这拢处理有零啦，不要再恁兜代志啦，借五百块，五百，爱无？我买袂了，套票要爱无借五百？对啊，第一次啊，印象中是第一次，福利表。啊，哎，对哦，一个五百。这台要，这个要，这个要，这个。这个五百。好可爱。啊，你我先买一下。我要问一下新城看号码几号啊咯？我会对，我会对，我你讲吼，我就熟你。咱讲真的，我问新城看问看伊号码开几号？安公钱咧，去搬无？来，套住啦，套住啦！见鬼了！见鬼吗？真的见鬼了！那阿姨太可爱了！来来来来，好啦，你再看好不好？自己看的好不好？安公钱咧啦！我要收啊！收啊！收啊！收干！啊，我收这
工呢？好，花枝丸。你跟那个妈妈面还好还好，没有剩多少东西，十箱以内了，超强的。那一场画面看不到，怎么会看不到？我故意拉的比较后面呢。我跟你说，那个浩浩可以那个到 YouTube 来看 ，YouTube 是横式的，横式的画面。能帮我什么吧？对对，就刚拿我那边，画面是横式的，比较清楚啊。假面卡一个。对啊，那一盘，这一盘超大盘，这一盘怎么可能500？这一盘二三十只的吧，超大盘嘞，我操，超多的五仔鱼这一盘，他刚才是比这一盘说这一盘500啊，真的是见鬼了，这一盘怎么可能500？有好 ，YT 有两个啊，你订阅一下吃货肥肥，吃货肥肥是兄弟那一台，然后另外一个吃货肥肥装货腿腿是大叔这一台，两个都要订阅。来，这里，哎，公众站盖，那不止1500，因为那一盘很大。你可能有2000，我只好讲你听下来啦，汉汉杂，吼，你还多200-300，你介意的带你看，咱讲真的吼，来，我要下班啦，咱讲真的，叫他说卖5000，没有啦，应该没有到5000，2000应该有。